Yo, hello guys, welcome back. 今天的时间是礼拜三的下午三点 ，and 就犹如刚的开头，刚刚看到星期一跟星期二，其实我在高雄，那其实那几天下大雨，所以没有拍什么东西。And Tuesday， 星期二，我去看了 Avenger， 我去看那个 Endgame。Avenger Endgame 那个复仇者联盟四，对，很好看，真的很好看，对，所以没什么特别的。那礼拜三早上的话，我把 GoPro， 对，我的 GoPro 修好了，然后顺便借给那个要去长滩岛的同学。And also I just finished， 就是如果有看那个 Week 16第16周的那支 Vlog 的话。就是我一样去同个车行，然后我去修了一些零件，对，我摩托车拿去修了一些零件，那刚刚也修好了回来了，所以跟大家录个影，就是讲一下。I'm not sure what's going to happen this week. Probably， 可能就是处理一些比较细琐的事情，毕竟啊刚忙完，那也刚休息完 ，so this week might be do something。Small things, and we'll see what's gonna happen. And that's all. I'll see you guys later. Hi there. 今天是现在时间是差不多下午两点多左右，今天来学校。除了运动以外，今天就提早来，顺便修个模型。模型的部分呢，会在5月24到27号在松烟的一号舱展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时候再过来看。那就不先剧透，不透露我的东西到底长怎样。对，后面呢就是海报，刚刚也顺便帮一些美宣的同学把那些东西拿上来整理完。Okay, and I'll see you guys later. Bye. Record starting. And 结果早上停课哎，傻小，是不是要去山上跑一圈了？天气这么的好，山上虽然有点积云，不过应该还蛮舒服。然后你转头看一下，看台北市区空气也比之前还干净。然后下了一个礼拜，下了四天吧。哦 ，OK， 看看，等等再看看 ，OK。Alright, I'm going to ride.